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我们可能首先是要从对于潘玉良的这些作品，我们今天开始享受的这些油画，这些很美的这些纸上的作品，我们可能有，我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些作品本身的这个历史开始啊，因为董松先生和我们都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然后我自己知道作为博物馆馆长这么多的非常重要的遗迹作品，还有很多就是艺术家留下的一些文物，就是要把他们又保护好，又要介绍给观众，都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也很想东松给我们介绍这个，我可能是有很多，好像是有五件文物。是来自潘玉良的画室，四千七百九十。喂。然后咱们就是80年代到安徽博物院，然后也是一步一步的去整理，然后去修复。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的，什么样的？好的，首先感谢这个亚洲协会，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策展人 Eric。刚才我到展厅看了这么多的展览，看了一下展览，觉得非常兴奋，因为这个能在亚洲协会这么一个精彩的舞台上，我们能够精彩的亮相，然后有这个 Eric 作为一个导演，能够这个指挥出这么一个美妙的乐章，作为我们这个提供展品的这一方呢，我们觉得呢非常高兴，同时呢我们也觉得，从1984年开始，这4000多件作品到了馆里以后，然后我们经过30多年的研究、修复、保护、典藏、展示等等，做了30多年的工作，我觉得我们这些工作包括这些付出啊，都是非常值得的。Eric 说了第一个问题，其实呢他是想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些藏品是怎么一个来源，他这30多年都生活在这个安徽省博物馆里面，它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安徽，我们现在叫安徽博物院。安徽博物院是在2009年改名称安徽博物院的，之前呢，它的名称叫安徽省博物馆。也就是说，当1984年潘玉良的作品运到安徽的时候，这个馆呢还叫安徽省博物馆，但是现在它的名字叫安徽博物院。安徽博物院呢也是这个国家的一级博物馆，也是这个我们中国等级最高的博物馆，是第一批一级的博物馆。作为一家这个公共文化机构啊，我们有非常强的历史和社会责任需要承担。在34年来呢，从1984年开始的34年来呢，我们一直呢在五个方面呢做好对潘玉良这些作品的保护工作。因为这批东西呢，我们知道它不光属于安徽省博物馆，属于安徽博物院，它属于全中国人，属于全世界，它是全世界人民的一个财富。所以呢，我们是在这个典藏、保护、展示、教育和研究五个方面呢，
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潘玉良的作品的整体保护呢和利用呢做了大量的工作。1984年的2月24号，潘玉良呢当时有七大箱，就是他的所有的作品啊，把他包括他的遗物啊装成了七个箱子，从法国呢经过上海运到了合肥。当时呢这个就全部运到了安徽省博物馆。我们成立了一个清点小组，由当时的这个安徽的省委宣传部和省美术家协会、省文化厅以及我们安徽省博物馆的专家以及潘玉良家属的代表组成的。当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呢也专程派人共同参与了清理和点交。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安徽的省委书记黄煌，和副书记啊，这个是黄煌，副书记袁振在清点的现场查看潘玉良的作品。这张照片呢是时任安徽省省长王玉昭在清点和查看这个潘玉良的作品。也就是说呢，当时在清点的现场呢，就是安徽省的两位最高的行政长官呢都到了现场，说明了对这批作品呢是非常重视的。在第二年的这个7月5号啊，也是在潘玉良诞辰90周年之际啊，潘玉良的遗作展览及捐献表彰仪式啊，在安徽省博物馆隆重举行。这也是在他去世以后啊，这个第一次举办潘玉良的作品展，也是我们在中国大陆举办的第一次潘玉良作品展。当时的这个文化部、我们省里面政协等各方面的领导呢，都出席了这个展览的开幕仪式。这是当时的这个我们的省美协副主席、宣传部副部长，也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应该香港和广东的都非常了解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画家、大艺术家，叫赖少奇先生。他在这个展览的现场呢致辞。到了1989年11月份啊，这一批东西啊正式入藏到了安徽省博物馆。按照我们这个国家的藏品管理办法的要求啊，经过这个整理、清点、制卡、登记，正式列入了国家文化财产的账目，并且报文物管理机构啊登记备案。这批东西总共有多少呢？总共有4749件，其中呢油画是361件，彩墨和国画呢353件，素描和速写呢3982件，雕塑4件，版画6件，以及雕版13件，以及潘玉良保存他人的作品，其中呢这里面就包括这个张大千啊、陈独秀啊给他提拔过的一些作品。所以说这在当时呢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文化部的同志就说啊，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啊，这个党和国家才有条件啊，把这些海外的遗失的作品啊，整体的运回国内，得到一个妥善的保管。从2004年开始啊，这个安徽省博物馆就开始对这个潘玉良这批作品啊，开始进行修复。因为大家知道，常规来说呢，油画作品啊，50年以后啊，它就会发生变化，就是彩墨各方面它会脱落。所以从2004年一直到2005年，我们历时7个月成功的修复了潘玉良的108幅作品。其中呢最大的一幅呢是2007年8月份完成的《春之歌》。这幅作品呢这次呢也非常有幸来到了香港，呈现在香港人民的这个面前。2012年呢，我院申报的这个潘玉良油画的保护修复方案呢，
也得到了这个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所以这样说呢，就是对潘玉良作品的修复和保护呢，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常态性的工作。这两幅作品就是修复前和修复后的一个对照，包括这幅作品呢也在我们的展厅，这次也来到了香港。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油彩脱落的地方，这是我们经过修复过以后，就是它的油彩脱落的部分把它做了修复。这是1937年做的一幅作品，就是潘玉良叫桐庐待发，这幅作品的油彩呢这个脱落的现象呢非常严重，经过了我们这个艺术家的这种修复大师的这种修复啊，变成了现在给大家呈现的这幅作品。当然这幅作品呢还有很多的故事，可能我会在后面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刚才介绍的是关于我们在潘玉良的一些这个典藏和保护。我们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要把这么好的作品啊，通过展览的形式啊，能让观众啊能够呈现出来。所以从1985年的7月5号，我们办的第一次展览开始呢，这个在安徽省博物馆啊，陆续做过3次的基本陈列。这个基本陈列的概念也就是常设性的陈列，就是你到了安徽省博物馆呢都能看到这个展览，无论你什么时候去都能看到这个展览。到了2006年呢，这个潘玉良的美术作品陈列呢以崭新的姿态呢在安徽省博物馆亮相。到了2010年10月呢，我们再次改成了潘玉良的美术作品呢也是常年在全国进行巡展，也是我们这个最受欢迎的一个展览。所以这次呢也是第一次，也是非常有幸能够在我们的这个香港展出。1988年呢，我们出版了第一本潘玉良的这个美术作品选。这个呢当时是只是收录了这个79件作品。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介绍。到了2013年呢，这是我写的一本书，叫《潘玉良的艺术年谱》。这是呢第一本这个潘玉良生平研究的专著，总共有30万字，也是我们第一次能够完整系统的、客观的能够看清楚潘玉良的艺术人生历程。包括这次我们在展厅里面的一些这个关于潘玉良的生平呢，也都是从这本书里进行一个缩写。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馆的研究人员啊，先后发表了各类的文章呢，超过了100篇。我们的研究呢，也从以前的只是对于藏品的一些简单性的介绍和整理，进行了这个转变成全面、客观、深入的综合性研究，以及包括这个关于姓名考啊、体拔考等专项研究。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就是我们承担的4项这个省和国家级的这个课题，这是也是代表了我们安徽博物院的一个研究的成果。在2015年呢，这个潘玉良全集啊正式出版了。这个全集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总共有8卷本。其中的油画是2卷，彩墨2卷，白描2卷，综合是1卷，文献1卷。最初呢，这个大家只准备出六卷本，但是通过这个他们这个编辑啊，包括一些专家的实地考察以后，认为潘玉良的东西太丰富、太重要，所以最后从6卷本扩充到了8卷本。所以这个全集的出版呢，这个具有了极高的这个艺术和收藏价值，填补了这个美术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空白。这就是我们潘玉良全集。我就把这个我们
这些作品的情况呢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刚才东松先生刚才说到他自己写了一部很重要的书，就是潘玉良的艺术年谱。其实潘玉良他的生活是很复杂，是从中国到法国，还回中国，再回法国，所以我看在这期间有特别多的参观展览的人，还是对于潘玉良的生活提了很多的问题，然后为了描写，为了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有几种普通的方式，然后我们谈的是艺术家，所以中国有一个很传统的方式，就是写这个年谱。董松，您写的是艺术年谱，然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选择了这种形式为了去写潘玉良的研究？好的。其实这个为什么做这个年谱呢？其实这个我的动机啊很简单，就是一开始为什么写这个书，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想过写这本书的，当时只是为了自己研究的需要去整理了一些资料，但是我这人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只要是别人拿来的资料，我都要一定是要找到它最初的出处。否则的话呢，这些资料呢，我是不敢使用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最初的看过一个资料，说这个，刘海粟先生曾经说过，说这个潘玉良是1918年，这个考入上海美专的，而且是他钦点的考上的。当时大家都这么认为，但是呢，我就想呢，这个，他说这话呢是根据在哪里？结果呢，我就是去找资料，我就到了上海档案馆，到了这个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去查资料，最后一发现呢，这个刘先生说的这个话呢有问题。问题在哪呢？因为1918年的时候呢，这个上海美专呢还没有开始招收女学生，他们只有到了1920年才开始招收女学生。而且呢，这个那么说这个时间是肯定就不对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就搜集了很多的资料，这样日积月累呢，我大概搜集了大概超过有100万字的资料，为了自己研究的方便啊，我就把这些资料啊按照这个年月啊给它做了一个编排。正好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获得了一个这个国家级的课题，就关于潘玉良，作品的综合研究。所以当时呢，这个做这个课题呢，就是，既然是对他的作品的综合研究，要研究他的一个作品，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人，对吧？这个他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他画了这幅作品，他在什么样的地方、时间、地点，什么样的心情？他曾经受过了什么教育，他的艺术来源是什么，这些东西呢在这之前呢我们完全都不知道的。所以大家可能更多的人知道的是这个那一部小说叫画魂的小说，但是呢那里面的情节呢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因为那是一部小说，它不是一部历史。所以呢我们作为研究者来说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历史，而且要一点一滴的从他的出生开始一直到他去世，要把这么一个人用每一天每一年每个月做的事情一点一点的把它构建起来，形成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真实的潘玉良。所以这个呢可能也就是我为什么写潘玉良年谱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想法。我作为一个已经比较长的时间研究这些留法
国的艺术家，对，有法国的中国艺术家，应该说，对我来说，您的这个艺术年谱是非常重要。我想我们要想更好的了解潘玉良的艺术的人，都应该感谢你写了这么一本书，因为潘玉良他可能跟其他艺术家的不太一样，在我们还没有更足够多的机会去看他的画的时候，已经有这么 一本小说，还有一部电影，还有电视剧，都已经影响我们对于潘玉良作为艺术家的他的这个心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个香港亚洲协会的展览，我们能依靠这些资料，一方面是艺术年谱，另外一方面是潘玉良全集的，一下子可能我们能给观众提供对于潘玉良的，对于他的艺术和生活的一些一种比较新的面貌，而这个希望真的面貌。可能不是所有的人会通过会慢慢的去读这个年谱的，所以我现在也想问你，如果要在潘玉良的这个生活，在这个整个生活当中，要去讲五个事情是特别重要，是有这种关键的事情，你会选提哪些呢？这个是刚才我说的一些资料。好，这个刚才 Eric 说了这个问题啊，其实他当时问我这个问题，那时候我是没有和他交流，但是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加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我理解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对于潘玉良来说，他一生呢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不发生，他的人生轨迹就要会被改写。所以呢，我认为这五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其中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1912年呢与潘赞化的结合，也就咱们说的他找到了一个好的老公，对吧？第二件事呢，就是1921年他考入了上海美专，他进入了一个好的学校。第三件事呢，这个1922年呢，他赴法国留学，能够进入到世界美术的最高学府，就是他能够出国留学。第四件事呢，就是1928年他回国工作了以后呢，他当时就成为上海美专的这个西洋画系的主任，就说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然后举办了第一次个展，从而一举成为这个。到1937年，这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那个时代女性绘画家的一个领军性的人物。所以第五件事呢，这个就是1937年他再次赴法，开辟了他的新的一个绘画道路，他把他的整个绘画面貌呢为之一新，也就是这个我们这次展览里看到的这个很多的重要的作品，也就我们这次展览里说的这个潘玉良在巴黎，对吧？我是不是这个每一件事情再稍微说一下，再介绍一下，好吧？请你再说。但是好像这个好像快没电了。我们先说这个潘玉良找了一个好老公吧，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这个他的老公呢叫潘赞化，潘赞化呢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潘赞化呢也是改变其命运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1912年的9月份啊，这个潘赞化为被任命为芜湖海关的监督，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海关的关长。在芜湖呢，这个潘玉良呢遇到了潘赞化，就是因为当时潘玉良呢是从扬州啊流落到了这个安徽的芜湖，然后呢他两个相识相知吧，最后是结为伉俪。从这一刻起呢，潘玉良的命运啊就发生了完全的转折，潘赞化呢成为他的归宿，也成为他生命的新的起点。这个先生呢，看的外表很敦厚的先生呢，就是这个潘赞化，他是我们安徽桐城人，也是著名的这个文化人士和诗人。这个项链呢，这个就是潘玉良与潘赞化的这个定情的项链。这里面呢，这个照片呢就是潘赞化的照片，这个呢就是潘玉良的照片，所以由此可见他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呢，就是1920年9月份，这个潘玉良呢等12个女生呢考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作为插班生呢编入第11届西洋画正课班。这个在当时呢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就是在这之前呢，这个男生和女生啊是不能在一所学校里上学的，就以前上学它是分男校和女校的。这个女生要想学画画呢，只能在家里学，不能到学校里学。所以在1920年的9月份呢，这个上海美专呢面向全上海呢招收了第一批女学生，潘玉良呢就是这其中的12名之一。所以呢，这个是上海美专招收的第一批的男女同校生，也开了上海高等学校男女生同校的先河，也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史上第一批男女同校生。从这一时刻起啊，这个在高等美术教育中啊，女性拥有了和男性平等的一个权利。就是在这之前，咱们这个女性啊，她这个学习绘画都是作为这个就是大家闺秀啊，就是提高她修养的，提高她修养的一个手段。她从家庭走入社会，进入到学校，然后他毕业再进入到社会，就说明他可以通过绘画来获得工作的权利，能成为一个就是绘画能够成为他的一个职业。所以呢，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这件事呢，也就是1920年呢，也就成为中国女性绘画的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我觉得这是呢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上海档案馆里找到的这个潘玉良在上海美专时期的这个入学登记簿，但是呢他当时用的这个名字呢是潘世秀，不是潘玉良，但是能看到他的这个丈夫一栏填的是潘赞化。这两张照片呢都是这个潘玉良当时入学的时候呢拍的照片，这个呢是这个呢是潘玉良，这张照片的潘玉良在哪呢？在这儿，这是潘玉良。你看，这是男女在一块儿，他们一起去出去写生时候拍的照片。第三件事呢是发生在1921年，这个潘玉良在这个上海美专呢只学习了一年的时间，后来这个因为啊别人这个知道了他的身世。所以呢学校呢就是应该是把让他劝退了，就让他就退学了。但是他很幸运啊，当时呢这个在法国里昂的中纺大学呢在国内招收第一批学生，所以呢他在1921年的这个8月13号呢，这个他就和这个校长吴志辉一起啊，他就是
和100多个学生呢一起到了法国，到了法国进入了里昂的政法大学。这一刻呢也标志着他就是进入到世界美术这个圈子里面来了。就是最早我们学习这个世界美术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先留学到日本，到了20年代以后呢，这个我们才发现啊，光去留学日本不行，因为日本啊，它也都是从这个法国和欧洲啊，学来的，也等于是日本是盗版的，所以呢，大家呢就是这个一定要深入到这个文艺复兴的核心地区，就是到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所以包括后来的像徐悲鸿啊、林风眠这些人呢，他们都到了法国去求学。这个就是这个潘一良在法国学，最初到法国是去学的这个里昂政法大学的学校，这个学校现在还在。这张照片呢，就是他的入学登记时的照片，也是我们目前能看到最早的一张这个潘一良的照片，这是他自己填写的这个入学的表格。但是很快呢，到了24年的时候，这个潘一良呢，他觉得这个里昂大学呢，这个还不足以满足他的需求，所以呢，他呢，又考上了这个巴黎国立美专。到了1925年底呢，潘一良呢又到意大利考入了这个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皇家美术学院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老牌的美术院校。到1928年呢，这个潘一良就毕业了。所以说呢，这个1921年呢，他出国留学呢，是他人生的第三件重要的事情。那么，我认为第四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1928年他回国。1928年呢，这个潘一良从意大利回国以后呢，他就受聘担任了上海美专的西洋画系主任。就什么一个概念呢？就相当于这个现在就是，像我们三大这个美术院校，像这个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和这个清华美院，像这样的院校的，有一个女性来出任这么三所高校的，就是西画系的主任，这个呢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就是1920年的时候，女生才第一次和走进学校，和男生一道。到了1928年，潘玉良就出任了上海美专的西洋画系主任。在同年的11月28号啊，他在上海又开了一次这个展览会，叫《潘玉良女士留回国纪念展览会》。这是潘玉良举办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也是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女性油画家的个展。所以当时的那个整个给他评价是，就是旅沪各国侨民啊，咸道会评览，叹为中华女子作家之冠，就认为她是当时的女画家里画的最好的一个人。这张呢就是这个潘玉良啊，作为这个西洋画系的主任啊，出席这个系主任联席会议时的一个会议记录。这个就是潘一良的签名，这个签名。这张自画像呢，是他当时参加这个他自己的个展的一张自画像，一个作品。潘一良呢，这个在国内呢一直生活到1937年，所以说呢，他的第五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1937年，他乘船离开了中国。他离开了中国呢，这个实际上呢，其实他也是，避开了这个，日本的这个侵华战争。当时呢，在法国，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这种艺术创作里面，一直到1977年去世啊，他一直在法国生活了40年。虽然他后来也很想回国，但是他再也没回到祖国。但是在这40年里面呢，他一直坚持创作，探索中西合璧的艺术道路，所以呢，也就是能够让我们得以能够看到他的整个艺术成果，能够在这个我们的展厅里，看到这个
潘玉良在巴黎这么一个展览。他在这个法国呢，这个先后获得过各种奖项呢，有21次。这是1959年呢，他获得巴黎大学多尔列奖的这个，一个当时的一个照片。所以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五件事呢，是我认为这个对潘玉良一生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五件事。我不知道这个 Eric 是不是也认同。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刚好你选的这五件事都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我们这个展览的这个出发点刚好是这个第五件事以后，刚好也是我们这个人潘玉良在巴黎，其实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回法国的时候，所以我们这次这些观众能看的那些艺术品，就是40年代到60年代的画。通过潘玉良，我们能发现一个艺术家他的生活，跟他的艺术，他这种可能主要的这些发展的节奏，有时候也是不同的。所以现在我也很想问一下，董松先生，看一下，他如果要选，在潘玉良现在留下的这些画或者艺术品当中，对他来说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最重要的？先挑五件的，然后我也会挑五件的，然后我们比一比。对，我觉得这个他把题目出给我，让我挑五件，所以我说你也要挑五件，就是因为 Eric 作为策展人，他从策展人的角度呢，要选择对他来说，在对于这个展览来说，他是最重要的五件作品。当然呢，我可能是从我的这个整个的研究的过程当中呢，纵观这个潘玉良的一生当中吧，这么五件重要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个交替进行，好吧？这件作品是我挑的，那我说到你挑的你说。这件作品呢是我选的。这件作品呢叫《酒徒》，是1927年这个潘玉良在意大利创作的。这件作品呢已经丢失了，已经丢失了。他当时37年出国的时候呢，就把这件作品呢，这个好留在了南京，但后来好像是因为这个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给炸掉了，给炸掉了。这件作品呢，这个非常有意思。其实你们到展厅里能看到，还有边上还有一张小图，就是它实际上它是按照当时潘玉良画这幅作品的时候呢。他请了一个意大利的这个男模特，就是头上戴着这种枝叶，就是其实这个原型呢是这个希腊神话故事里的一个人物。他实际上他这个人物呢，他就特别爱喝酒，特别爱喝酒，称为酒仙，酒仙，所以他给起名的叫酒徒。然后呢，他还跟这个模特呢有一张合影。这张合影呢在我们展厅里的这个墙上能够看到。这个呢是1927年的作品，当时呢他就把它带到了国内。我为什么挑这幅作品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幅作品呢是这个潘玉良的成名之作。我简单说一下吧，因为当时呢这个1928年的时候呢，他办第一次画展的时候啊，这幅作品啊，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明星作品或者叫网红作品，就是所有来的人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件作品。当时呢，就有人呢愿意出多少钱呢？愿意出800大洋，把这幅作品买下来。
这个八百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时在上海啊，就1928年的时候，就一个大洋，能够请10个人在一个饭店里面吃一桌，就是800个大洋能吃800桌，就是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的。但是呢，这个潘一良认为呢，这个八百大洋少了，这个至少我这幅作品至少要值4000大洋。所以呢，他就跟这个人说呢，他说这个作品呢是非卖品，所以他也不好明说啊，说怕别人不好意思，他就跟别人说呢，这幅作品呢是这个非卖品。所以所有的我们从这个历史文献当中看，只要提到了这个潘玉良的1928年的这次展览里面，每一次评论里面，无不例外的要提到这幅作品。所以呢，这个我把它选呢，就是认为它是这个潘玉良的成名之作，成名之作。哦，下面该 Eric 了，好像轮到我了。我先选了这幅作品，它也是在我们展览里面的第一个陈列室的第一幅作品。可能是首先，我想给大家分享我们一年前跟亚洲协会的同事们，我们到安徽省博物院的时候，然后安徽省的博物院的同事，欢迎我们都是非常热情的，然后我们这个热情是重要，我们是在库房里面，留的时间比较长，然后看的话很多。我可能前面董松说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的专家，他任何事情都要依靠一些证据去决定的。然后作为策划人或者美术社的专家，我们就是要依靠这个原作，然后自己面对原作的这种感受去准备我们这个展览的工作。所以我选了这个3个人头像的，就是因为到安徽省博物馆的库房里面，我就被这幅画的它的颜色，一看就觉得很惊讶的。这些颜色都，用法文来说，我们会说很新鲜的啊，就是很生动的。然后他们的态度，我一看就能跟我以前研究其他留法艺术家的一些笔记都能联系起来。20年代的时候有庞寻琴，庞寻琴在巴黎的时候，他也在这个私立学校，我们也可以说自由工作室，大茅屋，这个大茅屋那边有很多其他中国艺术家朋友，但是主要是有常玉。然后庞寻琴已经描写这个大茅屋的这个自由，然后人跟人的这种关系，主要他说其实我们在那边我们能学的大多东西并不是从老师去学，我们还有从其他学生去学，我们就是互相的帮助，通过交流就学很多的东西。然后潘玉良他1937年的时候回到巴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居住住在什么地方，就是靠东松的研究我们就知道就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大茅屋街的这个13号，这13号对面的刚好是这个这个自由工作室。意思是他潘玉良只用过马路他就到这个工作室里面的。然后我觉得虽然这幅画很生动的，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幅画给观众一种感觉，我们自己也
可以进入这个这个工作室里面，然后从这个工作室的角度开始去了解潘玉良他的这些艺术品，然后他在巴黎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创作。可能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幅吧。我来介绍吧，这是我选的这个潘玉良的第二幅重要的作品。我为什么选它呢？我下面加了这个七个字，这幅作品呢是潘玉良坎坷身世的缩影。为什么说是他的缩影呢？这个大家看，这个就是这幅作品最特别的，就是刚才已经反复出现了，就是我们也是修补的时候，当时来了以后呢，这个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个的签名啊跟别的签名不一样。你们会看展厅里的所有的签名，它都是玉良，它或者是玉，或者是这个潘玉良都很少，基本上都是叫玉良，但唯独这个有了石锈。而且在这3000多件作品里面，只有唯一这一幅作品他的名字是叫签名，是叫石锈。所以包括我的父亲呢，他们当时做研究的时候呢，这个都怀疑，都认为这幅作品是潘玉良的，但是呢谁都不敢确定他是潘玉良的。后来呢，这个我通过这个查找到1937年的中央日报啊，很幸运的时候，就是他在1937年出国之前办了一次展览，办了一次画展，这幅作品呢就参加了那次展览，而且这幅作品呢恰巧呢被登在了报纸上面。所以经过比对呢，我们确定了这个作品就是潘玉良的。但是这个石锈怎么解释呢？石锈怎么解释呢？石锈呢也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他的这个入学登记册啊，潘石锈，潘石锈。而且呢这个名字呢只用过，就是在他的作品上只能出现一次。因为这个潘玉良啊，他最早他不姓潘，他是跟他丈夫姓，就1912年以后他遇到丈夫以后啊，他才改姓潘，改姓潘。而且这个石锈这个名字呢，据我们推测呢，这是他的丈夫给他起的名字。他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字呢？就是因为他身世不好，他为了想上上海美专，他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叫伪造履历，就把自己改头换面。他怎么改的呢？他把自己姓改了，改成潘，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改成石锈。同时他把自己的这个这上面看不出来吧，他的籍贯也改了，他的籍贯也改了，他是这个改成了这个安徽桐城人，他本来是扬州人。他为什么要这么改呢？就是为了求学，就是为了学习绘画。所以可以足以可见的就是他对绘画是多么渴望的一种求学的精神。但是呢这个他上学一年以后呢，他被迫来又退学了。从他退学的那一刻起呢，这个名字呢又不能用了，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这个潘石锈了。所以后来呢他又把名字他又最后用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潘玉良。所以大家看这个，他在这个里昂1921年填的这个他的名字啊，就是潘玉良，潘玉良，潘玉林，是潘玉林。而且他写的籍贯呢是安徽桐城人，他没有写江苏扬州人。所以写这些呢，他就是为了掩盖他的出身。所以说呢，这个他的这个从这幅画子里头啊，能够这个
发现一个，就是潘玉良的名字，他自己的名字有很多次的变化，就是一个人不停地更换自己的名字，更换自己的经历，实际上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所以呢，我觉得这幅画呢，其实就是我认为呢，就是是他这个坎坷身世的一个缩影，其实呢，也是他追求这种艺术道路的，这种一种不懈努力的奋斗的一个缩影。所以呢，我把它选成这个第二幅重要的作品。嗯，下面给 Eric。我自己调的第二幅作品也是30年代的作品，这也是我们展览里面的，可能是最早的，在我们展览里面的作品。嗯，这些纸上的这些画，其实，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历史也很有意思的。这可能就是潘玉良他从中国，然后第二次回法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迭代。因为他第一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去法国的时候，是为了去学习和把握这个西方的这个艺术的这些技术，是有画，还有这个雕塑的。但是他第二次准备回去的时候，在1937年的，有陈独秀先生，他也看了他在这些中国的纸上的用中国的毛笔去画的这些白描。然后陈独秀他发明了一种新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是新白描。新白描是一个很重要的综合的形式，就是一方面是用中国的传统的这些工具，中国的纸，中国的墨，然后去发挥这个长期在西方的艺术史上面的一种对于这个人体的美。所以陈独秀他这样把潘玉良的这些白描叫新白描，对他带来肯定是自信和启发，所以他到法国的时候，在10年还有10年多，他一直在画这些画。其实他们是完全是画，他们是完整的作品，他都在上面还会签名，还会盖印章的，所以他们是完成的作品，不要他们当是一些草稿，sketch。然后他虽然这次回法国的时候，他带了一种新的形式，不是去法国单单去学习一点东西，但是他把一些新的一些艺术的创，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新创作带回去，然后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快，他在法国的时候，这些新白描，都被欣赏的，欣赏到什么程度？就是很快就1942年的时候，是第一次有潘玉良的画被一个国家的法国国家的结构被收藏的，就是从这些新白描的开始，啊，所以这个结构是什么结构？是巴黎市政府的，是巴黎市政府购买的一些画，所以这个这是很重要。这些新白描刚好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种新的艺术的形式，然后是从中国带回法国，然后被法国观众欣赏，然后被法国的国家结构收藏，然后这么多年以后，现在是在我们塞努奇博物馆收藏的。
不是这幅啊，但是这个1942年的那幅是在塞鲁奇的收藏。我来给你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啊，这个也是我们的新的发现啊。艾瑞克选这幅作品呢，这个我是想给他做一个注解，就是说这个潘玉良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只有认为他非常满意的作品他才会签名，就刚才我们说的签玉良，然后他盖了一个章也是玉良两个字，他特别特别满意的作品他才会请人在这上面题字。所以这幅作品的这个Eric 认为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潘玉良认为很非常好的作品。而且这个题名呢，大家能看到这个小字，不知道大家能看到这个叫阿摩。Eric 知道这个阿摩呢，我们已经寻找了34年，就查不到这个人，但是很幸运啊，在今年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阿摩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这个当年留法的一个雕塑家叫周清鼎，他在这个国外呢，他用的这个名字都叫阿摩。而且我上周呢，这个在杭州呢见到他的儿子，他儿子告诉我呢，这个他父亲为什么叫阿摩，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当然他后来到回国以后呢，这个就很少使用这个名字了，所以我就做这么一点小小的补充。好像啊，这又该我了。这个是我选的第三幅作品啊，这也很有意思。咱们这个好像一个差一个，都是按照时间正好能够合上的啊。这个一个接一个，这个作品呢，这个是潘玉良大家知道的，也是他最有名的一个作品。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就是他的这个在1940年啊创作的这个自画像。我们说呢，他是这个中国女性绘画的这个扛鼎之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在2011年啊，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呢，曾经举办过一次非常重要的展览，叫《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从1920年到2010年，就是中国女性绘画艺术、现代绘画艺术在中国发展的90年。其中呢，第一个艺术家呢就是潘玉良。第一件作品呢就是这件作品，就是这件作品。所以他可以说是这个代表了中国女性绘画的这个开篇之作，非常重要的作品，而且是得到了这个所有这个研究学者的一些重要认可。所以呢，这个我是把它选作这个我认为最重要的一幅作品。同时呢，这幅作品呢，这个它的艺术水准呢也是非常高的，也是非常高的。因为自画像呢在绘画里面本身就很难，因为画画嘛都是描摹对方，对吧？请一个模特在那摆画半天、两天、三天，画自己非常难，对着镜子自己画，这个尤其能把自己的这些心理啊能够画出来啊，就更难了。因为你看到这个，这在1940年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那个时候呢，一个人呢在法国，中国呢，这个包括他的亲人呢，那时候都陷入在这个战火当中，所以大家可以从他的这个眼神里呢，能看出一些忧郁。同时呢，这个在一些色彩，包括在背景的处理上，他是有一些创新的，包括对黑的这种大面积的使用，因为只有中国人他喜欢特别用黑这个颜色，因为包括我们传统的书画。就你看西方的绘画里面，它这个黑，尤其是大面积的黑啊，用的不多。所以呢，这个从包括从颜色、从构图各方面来说呢，就是
在潘宇良的这些作品当中呢，是在他众多的自画像里面来说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所以呢，我也把这件作品呢，这个选择我认为第三件最重要的作品。最有意思是我们两个人都在选作品的时候，我们都在中间没有商量的，但是有一些方面是很接近的，所以我选的第三个作品也原来也是自画像的，但是可能刚才东松介绍的自画像是那最有名也是很完整的，但是我们这个自画像的其实不完整的一件作品，其实是一个过程的。他因为潘玉良他很有名是因为他的自画像的一些系列，但是他也画过一些更特殊的自画像，就是他不单单自己一个人，但是他和别人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展览当中，你们会去看，你们会发现他这幅自画像规模并不大，因为在旁边都是他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其实也都是女的，他自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是在一个园林，我们怎么能知道从一个草稿怎么能知道这么多呢？是因为一方面是留下比较小的一幅画，但是很完整的，就是潘玉良和他的朋友在园林里面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有一幅是比较小的，然后还有一幅今天已经不存在的，但是规模很大的，这个大规模的画是以前潘玉良挂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挂了很多年的，说明他这个自画像和他的朋友在一起的自画像是很重要的，对他来说是一种特别的意义。然后我们继续研究查一下这些他在法国的这些画册里面的有一些有一个题材，就是说是潘玉良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在谈绘画，就是其实是这些画在都在一起的这种含义，他的这个题材就是他和他的朋友在一起，而且这些朋友都是女的，有的年龄轻，有的年龄大的，但是大部分好像都是欧洲人，可能是法国女的，所以这幅画虽然比较神秘的，但是我们通过潘玉良他自己在那个时候参加的这些活动，我们能知道他与这个法国这些法国女艺术家的一个协会有相当多的联系，还有这个协会是一个在历史上很重要的协会，是从19世纪末开始为了女性艺术家的一个长期的一种挣扎，首先是为了能得到这个机会，能在国立美专法国这个国立美术学校跟男同学一起学习的，后来还有机会展出，所以每年他们会安排一个沙龙的，然后每年潘玉良他也经常参加这个沙龙的，所以我们通过这幅画通过前面我们看过的这个白庙，这也是说明在这么一个准备展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发现，有很多的新发现，我们不断的把这个对于潘玉良的这个了解就是都会变成的更丰富了。好，我可能说的时间太长了。哈哈，好，好吧。我来说一下这个第四幅这个双人扇舞。
这个作品呢，这个他是这个潘玉良在50年代啊画了很多的这样的作品，然后从文献里看呢，就是这幅作品呢，嗯，也是在法国参加过很多次这个沙龙展，也获过奖，也获过奖。这幅作品呢，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这个代表油画风格的一个代表作。首先呢，它的题材呢是非常中国化的，大家一看都能看明白。另外呢，就是它这个用 S 型的这种人体这种造型啊，其实成为了这个潘玉良的这个一个符号。但是当然，这个符号肯定不是他创造的，他是从这个欧洲的画家里面学来的。其次呢，这个大家能看到一些马蒂斯的影子在里面，他就是利用了中国的传统的颜色，这个红绿这种。非常强的这种对比，这种对比来显示，来画这个反映一些这个中国特色的东西。但实际上呢，这个他想表达的实际上就是他的对于油画包括油画和中国这些结合的一些探索和思考吧。我简单介绍一下吧。好，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玩的，我们两位都选的作品非常贴近的，这可能能说明潘玉良在1955年的时候在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发展当中可能是就是一个高峰的，对于他自己这个国画还有这个油画可能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一个阶段，然后他刚好对于这个舞蹈的这个S 型的，然后两个人都在转这个非常关键的图案，就发现了以后，影响了他后来的，刚好是我们这个展览的这个春之歌，有比较多的，所以可能我少一点说，这样我们可以。继续下去，然后看最后两幅画。这部作品是我选的，这个1961年的这部作品呢，这个应该是他彩墨画的这个一个代表作。因为从刚才 Eric 介绍，就是1945年到1950年代的时候啊，这是他油画创作的一个高峰。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后呢，他把整个的创作兴趣啊，就是改变到了彩墨。等于是换了一种材质和媒介，就是其实它表现的就是还是用一些这个中国的元素，其实它的笔墨呢都用的也都是这个材料，用的都是中国的材质，但是实际上很多技法呢还是用了西化的一些技法，包括对于背景的处理它完全借鉴了这个西方的一些手法，就是刚才 Eric 介绍这个，包括在背景的这个处理，后面这些十字这些，因为中国人画画他背景都是留白的，对吧？只有西方人画画他背后他要全部把它画满的。所以呢，这幅作品的这个也不多介绍了吧，我觉得这个应该从这幅作品里就是大家能够读懂他对这个他自己的绘画语言的一种创新性的一种发明吧，一种发现，以及他对这个中西绘画如何融合的一种思考。这是我们展览最晚的一幅画，这也是属于彩墨，而且它的规模特别大，它的特别的长，然后我们可能这幅画它的这个特别长跟它的结构跟它想表达的意思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是我还有Joyce 我们都觉得这幅画都很有意思的，它和其他的不太一样。我们前面说了潘玉良很有名的是因为他画人体的跟别人不一样，对于这些留法的艺术家及一代留法艺术家的画这个人体，画的这个人体要画的标准，
是一种必要，是一种学员的标注。但是这个可能对于全世界的学艺术的学生都一样的，就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这种目标以后，怎么去打破这个模型的，怎么打破这个模型，为了去创作自己更有个性的一种面貌。然后潘玉良应该是说他是这一方面的非常的成功，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成功是他自己是去创造一个完全是自己潘玉良的这个女性的形象。所以我们看这些晚期的作品，我们都不用去看的他的签名的，我们一看这些人体，我们就知道就是潘玉良的这些画。但是画人体的是不是画人体是为了画人体，或者画人体也可以变成一种自己个人的语言吗？就是这样。潘玉良他自己成功在于他把这个人体的这个表达能力，像在跟舞蹈一样的，舞蹈也是用人体去表达毕业的意义。然后除了这个舞蹈的这个图案，还有这个通过这个窗户的这些女性，她们能表达什么，就是能表达这个这个视觉的这个好奇心。我们这个视觉的好奇心，我们在看艺术的时候它特别活力的。然后可能潘玉良在这幅画当中，我们还能发现他的一种幽默。因为我们在看这些妇女，我们也很想看他们在看什么，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所以这个好奇心的他表达的特别的好，不单单是一种象征的，是我们自己能感觉到我们这个还没有得到满足的这种感觉。所以我是从这幅画要结束，可能我们用的时间还是比较长，对不起大家，希望你们会去看展览，还会有更多的想法。然后我还是想非常感谢东松这次过来，我们有机会有这个对话。其实我们在这一年当中，都是我们这些共同还有 Joyce 还有其他的同事，我们才能给你们介绍这个展览。谢谢。很感谢两位今天晚上的座谈。我想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有一两个问题。So, thank you very much to the speakers tonight. I think we still have time for 1 to 2 questions. Yes, there's one over there. You can ask in either language. There's the simultaneous. I would like to know how she financed her trips as she was young, 1921 to 1928.She traveled to France, back to China, back to France and Italy and studied. How did she finance her trips? 所以刚才问题是在问她从1921年到1928年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她到底是怎么去支付就是她在欧洲的这些旅行。对。他最早1921年出国的时候，这个他是这样的，这个国内呢是有一笔钱的，就是每个月是有一定资助的。另外呢，他从自己家里的也带了一点钱去，因为当时呢他们实际上是叫勤工俭学。每个人呢带多少钱去呢，就是身上只要能买一张这个最差的这个船票就可以去了。大概当时好像是需要大概可能需要50个大洋，大概是也很不少的钱了。
他们到了这个里昂中华大学以后啊，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花费了，因为在学校里面呢，就是这个吃住啊，都是由里昂中华大学呢来解决。关于里昂中华大学呢，我就在这儿呢，因为时间限制，我就没办法展开了。但是实际上就是他们就是里昂中华大学呢，它不是一个大学，它只是提供吃和住以及这个法文补习的这么一个学校，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法文的补习所。然后他们学习美术呢，必须要到这个在里昂这个城市里面的讲里昂美专这样的专业的学校去学习。当然这个到了1924年的时候呢，他又到了法国，后来又到了意大利。这里面呢，就是直接到法国的时候呢，直接到那个到巴黎的时候呢，他的整个的资助呢还是依靠中法大学给他的资助。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曾经有一次啊，就是这个潘玉良自己没有跟学校请假，就自己跑到巴黎去上这个巴黎国立高级美专的这个像类似于考前班这样的。结果呢，这个学校很生气，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如果你不回来的话，马上我们要把你的生活费啊就全部给断掉。所以呢，这个他在这个法国呢，这个主要还是依靠这个中法大学以及这个国内的这个少量的这个资助，到了意大利以后呢，这个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但是呢，据我们推测呢，因为他到意大利学习呢，也是得到了中法大学的同意，所以应该呢，这个中法大学呢，也是当时给他提供了一定的资助，啊，我简单的回答一下。Are there any other questions in the audience? Oh, yes, another question.好，谢谢啊啊，董忠先生，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啊，刚刚我看到那个1937年的一幅画，就是它上面用了西乙修这个名字做这个签名，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啊，其实在这个30年代，潘玉良他是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教授，她是上海美专的教授，还有也是那个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那他在媒体上面，在中央日报里面也是这个报纸也是称呼他潘玉良教授，潘玉良这样子。那基本上他潘玉良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公众的人物，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做一幅画签名的时候要写潘师叔这个名字呢？谢谢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啊。这个首先我发现这个您对这个潘玉良的情况了解的很多很多，确确实实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也是困扰着我们也是在考虑的，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后来呢，这个我们还发现了一张他的名片。他的名片上面写的这个是潘世秀，字玉良。他实际上这个世秀是他的名，玉良呢是他的字。他就是后来呢就因为用的多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潘玉良的名字，所以呢这个才这个可能更多的用这个潘玉良，因为大家从1928年回国以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潘玉良，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再用潘世秀这个名字了。所以我们想呢，这个他做这幅一幅作品啊，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他的这个偶尔为之的一幅作品，也可能是自己呢对他自己的一个纪念性的作品。所以呢这个他也很珍视这篇作品，所以他把这件作品呢是从中国带到了法国，否则的话这些作品也没办法留存下来了，因为这个他认为这件作品可能对他来说很重要，所以呢他又把这个作品呢这个带到了法国，
后来最后在他去世以后呢，又回到了这个安徽省博物馆。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他签这个名呢，更多的可能是对他自己的一种纪念，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谢谢。I think we have time for one more if there is any questions. Okay, if not, then thank you very much to everyone for coming tonight, and thank you to the two speakers as well.